大家好，我是生活在泰国华欣的老徐。今天我们来考陶湖边的龟山禅这里寺有一逛一个逛。寺庙的简介，还有中文。龟山禅寺建于2498年。这上面用中文写着"龟山如来禅寺"。寺庙里的泰国暹罗猫还是挺好看。阿弥陀佛，这有一尊大的弥勒佛。这个渔船上面有好多灯的，这个渔船是晚上去打鱿鱼的，是打鱿鱼的船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现在要进的这个洞就是龟山洞，有中文。这边也有一个弥勒佛。这是捐赠的东西，你可以往那个捐款箱里面捐钱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有很多穷人需要照顾。这里有比较萌的小师傅的雕像，是不是挺卡通的？这就是考陶海边，红色的庙宇配着蓝色的大海。真的很漂亮啊！小朋友刚才往这个小师傅里面塞了个硬币，小师傅现在开始唱歌了。这里有拜佛的信徒在这儿拜佛呢。这边是大师。这是海边的神龟，这里面有一尊菩萨。这个地儿离华欣市区，大概也就是10公里吧。这个方向就是华欣市区了，有高楼的地儿。对面就是巴堤亚。这也有三尊佛像。嘿嘿嘿嘿。
呀。得劲儿。